宝贝，你从哪里过来啊？我们从雷塘。雷塘过来的宝贝啊，告诉我，今天你带着什么想法呢？变得年轻漂亮一点了。要年轻多少岁？告诉我。18岁最好。18岁最好哦。啊。OK， 来分析一下你哦。嗯。现在为什么不年轻？就是你这个头发像那些卖菜的阿姨一样，拥拥泱泱，对不对？又加毛，质感又没有，所以显得非常的成熟。这个是你不完美的缺点，等一下我变得最完美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开始了啊。好。好，安排。剪完这个发型，让你回去，个个都叫你小姐姐啊。好啊。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儿，那西边黄河流，来呀来个酒。